嘿，你好，我是阿图，你今天过得怎么样？看到标题点进来的朋友，你是不是很抵触用英语打电话？一想到要用英语打电话就浑身发抖，听到 "Hello" 从听筒里蹦出来，顿时感觉心里拔凉拔凉的。我非常非常理解这种感受，因为我曾经也是，口语不好，肢体语言来凑。但是，当肢体语言都无法发挥作用的时候，如何用英语准确表达自己的意思，对于刚出国，英语又没有那么好的小伙伴来说，简直是一道很难跨过去的坎。今天的视频主要教大家如何给客服打电话，即使遇上口音比较重，几乎听不懂对方讲什么的情况，也能从容应对。那比较常见的给客服打电话的情况有哪些呢？首先就是给通讯公司打电话，比如说你要改 plan 或者被通知话费超支的情况下，给银行打电话也非常的常见，主要就是有账户问题或者要预约事项的时候。像我本人交通卡经常遗失，所以给交通公司打电话转移账户非常有必要。给学生中心打电话，主要是要预约一些事情，或者找特定的导师，找 advisor 或者延期签证的时候需要用 ECOE 的时候，给学生中心打电话。再来就是给房屋中介、水电气网公司打电话。手机、电脑、电视损坏的时候呢，还要给电子设备维修客服打电话。如果某个行业做得不好，你还可能会打电话投诉。这些给客服打电话其实都是有套路的，也就是说跟着模板走，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打电话的时候有哪些步骤。我主要分为五个方面来讲，分别是准备些什么，要怎么去准备这些东西，要用到哪些句型，打电话结束的时候要怎样做一个 happy ending，最后有哪些注意事项。第一步就是你要知道你需要准备些什么东西，在打电话之前。你可以在手机或者电脑里写下自我介绍、个人信息，可能会用到的句型。不确定的单词一定要查电子词典或者网页，把单词的音标复制粘贴到这个单词的后面。写完以后记得读几遍，直到读顺为止。比如给学生中心打电话，要找某个特定的导师或者 advisor，可以在 Google 里输入这个人的名字，当然在百度里搜索也是一样的，一般就可以搜到这个名字的正确发音。如果是在百度里的话，你复制粘贴完这个人的名字，在这个人的名字后面输入英文或者说英语怎么念就可以了。如果是给银行打电话，要搞清楚自己要办理什么业务，这个业务大概需要哪些资料。一般情况下，这些信息在银行的官网上搜得到。如果实在找不到，可以准备一下你的电话稿，知道自己如何提问，特定的单词是什么。不知道单词的话，要知道如何形容自己要表述的内容。自己用电脑或者手写编辑一下内容，其他类型的客服电话也是一样的准备方式。第二步就到了怎么准备的地方。第一，你要做好自己的自我介绍，在自我介绍前，你甚至可以把 greeting 都写好，从打招呼开始，直到把打电话的目的都念完。你标准的发音和流利的表述可以让你的自信心喷喷喷的提升，那对方也会因为你清晰的表述，以最快的速度知道你想要什么样的服务，办事效率也会更高。
自我介绍具体要说些什么呢？你可以说 Hello， 或者直接Good morning, good afternoon, good evening。在澳洲的话，直接就说 Good day。This is 阿图，或者 Artu speaking。如果你有学生号或者其他账号，可以直接告诉对方，方便接线员以最快的速度找到你的信息。你可以说 My student number is 或者 My account number is。 有的时候还需要提供 PIN number。 PIN 是 Personal Identification Number 的缩写，类似于 Password。 它们的区别是Password 是你自己通过网站或者 App 登录账户时输入的密码， PIN 是客服用来验证你信息的密码，比如沃达丰通讯公司的 PIN 一般是四位数。由于不常用 PIN number， 很多人不记得这个号码，这个时候你可以提供自己的手机号、电子邮箱地址、家庭住址、出生日期、密码提示问答或者其他预留信息就可以了。提供这些个人信息的时候要怎么说呢？接下来我们要知道怎么说自己的个人信息。个人信息里最重要的是自己的姓名。你要先说自己的姓是比较好的，比如 My surname is Tu， 或者 My family name is Tu， 然后再说 My first name， 我的名字是My first name is A。 一定要着重讲自己的姓氏，也就是 surname 或者 family name， 方便客服做记录或者查找信息。接下来是手机号，澳洲的手机号码是十位数，报号码的时候最好报四位、三位、三位数这样。当然你想报几个数就报几个数字也行，但是客服的听取效率可能没有那么高。接下来是电子邮箱，电子邮箱里要注意点的读法是 dot。不少同学平时用中文读邮箱地址读惯了，直接就跟人家说 @qq.com。这里要说 @qq.com。下划线的读法是 underscore。要注意的是，电子邮箱地址的拼写不受大小写字母影响，也就是说，全部大写和全部小写都是一样的。实在要强调大写字母，可以说 capital something。比如说，我的邮箱地址是 capital A underscore capital T U T U at outlook.com。如果是 C N 结尾的话，对方可能会问是 N 还是 M， 你可以说 C N for China， 对方就知道哦，你的邮箱是在中国注册的，所以是 C N 结尾。N 的读音不是 N。北方的同学还要注意 M 和 V 的发音，对方可能会听不懂。接下来是出生日期，国外人的出生日期一般会这么念，先念 day， 然后念 month， 最后念 year。 比如说1990年5月6日出生的同学可以是 6th May in 1990。 要注意一二三的读法， first second third。 五月一日是 May the first， 五月二十一日是 May the 25th。 如果还有其他信息都可以写下来备用，即使在开始的时候用不上，在客服确认是否是本人的时候也可能会问。第三点就是打电话的目的，一定要一句话说明最主要的目的。你可以说 I'm calling about 或者 I'm calling to。 For example， I'm calling about my course enrollment， 或者 I'm calling to transfer my account credits to my new
Opal Card 或者 New Member Card。 Opal Card 是新南威尔士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交通卡。然后呢，如果是需要解决非常复杂的问题的话，可以简单的描述打电话的目的，用一到两句话说明，然后呢说明事件的过程，给出几个自认为可行的方案，或者问对方是否有可行方案推荐。记住，千万不要讲 long story， 不管它有多 long， 一定要让它尽可能的 short， 尽可能舍弃形容词，不要用非常复杂高深的词汇。现在我们聊一聊很多同学非常关心的可能用得到的句型。第一个句型是信号不好听不清楚的情况，你可以说 I'm having really bad reception， 或者 Sorry, I can't hear you, can you repeat that？ 如果需要对方稍微等一下，可以说 Hang on， 或者 Hang on a secHang on a second， 但是 hang on a sec 一般是跟自己关系比较好的人，然后也可以说 Would you mind hold on a moment please？ Would you mind hold on a moment please？ 接下来这句话是大多数，中国学生刚来国外的时候经常用的，就是我英语不是很好，可以慢一点吗？My English is not that great. Could you speak a little more slowly, please? 如果对方给了你一个你不大熟悉的单词，需要对方做拼写的话，你可以问 Would you mind spelling that for me? 或者 Could you spell it, please? 接下来这句话是，如果觉得客服态度不好，或者不能解决你的问题，你可以直接找他的上级。Could I speak to your supervisor, please? 第六句话是预约维修时间或者见面的时间。Is that possible to come at 4:30 p.m.? 或者 Could you come on Monday?如果需要询问地址，可以问 May I have the address, please? 或者 May I ask for the location, please? 如果还有其他我没有想到的常用问题，请留言告诉我吧。在 ending 的时候，除了说 Thank you, 你也可以说 It's been great talking to you, 或者 Thanks for your help, have a good day.在澳洲的话也可以说 Have a good one。 打电话的时候有哪些注意事项呢？首先，你要保持开心的状态。由于打电话的时候对方看不到你的肢体语言和表情，所以你的说话方式和语气是你带给对方的唯一感受。比如说我打电话的时候会非常开心地说 Hello, Artus speakingHow's it going today? 听起来非常夸张，对不对？我有听过更夸张的人，我有听过有人更夸张的打电话。第二个就是，虽然我们在念稿，但语速不能太快。说话流利不等于说话语速要快。重点是要让对方完全听清楚你在讲什么，尤其是在确认个人信息的时候。客服需要边听边记，确认对方记下来了再继续。第三点是最最最重要的一点，一定要有自信，不要因为自己英语不好说话声音就变得很小。如果对方听不清楚你的话，会让你不断不断的重复，让你重复的次数越多，你的信心肯定会越受打击。担心对方听出你发音不好，说话就更小声，对方更听不清楚，让你更多次的重复，这是一个无限循环的恶性循环。记住，如果对方因为你英语不好，对你的态度就变得不好，那就是对方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记住，不是你的问题，是对方的问题。
我们的母语本来就不是英语，我们打电话给客服本来就是为了寻求帮助的。如果客服没有帮到我们，是他们的服务不到位，是他们自己不够耐心。当然，要在我们自己做足充足准备的情况下，才有底气说，是他们的问题。当然我有遇到过客服自己在 greeting 的时候就心情低落的，冷冷的一句 Hello, how can I help you? 我们要理解，客服每天要接无数电话，听各种各样的抱怨，他们也会有疲惫不开心的时候，虽然这是他们的本职工作，但我们要学会理解，可以试图问一下 Are you alright? You have a tired voice, would you like to have a drink?换位思考一下，这些暖心的问候可能会让对方消除多少疲惫和不开心呢？接下来，你们的对话很有可能会非常愉快，对方会理解你的语言问题，极其耐心地解答你的疑问。日行一善嘛。好，以上就是如何用英语给客服打电话。如果你有更好的 idea, 都可以留言告诉我。关注我的朋友都可以发电子邮件给我，以获取这个视频的 PDF 文稿和 PowerPoint slides 高清图。这里还有其他英语打电话的建议可以参考。我们下次见。